为了提供台东县政府爱唱歌的人一个一展歌喉的地方，27号上午在县长公馆特别办理畅快星光台东县政府歌唱大赛总决赛，国台语组共16人晋级，台东县长王建廷也亲自为大家加油打气，并演唱一首《落叶归根》示范，引起全场轰动。同仁从这个当中也能够培养出很多在各方面的兴趣跟嗜好，那么在公务繁忙以外呢，也能够常常找到机会调解自己的心情。最后比赛结果由代表县府教育处张于任及人事处王彩文分别获得国语组与台语组冠军，计划处则拿下所有的特别奖项。东南新闻陈进雄台东市报道。